我们目前在阿里山公路哈，大概是53.9公里的地方哈。那我们现在右边看到的就是要往仙景瀑布的方向哈。待会我们就要从这个方向去仙景瀑布。在仙景瀑布的停车场哦，就进来这边。那左边这边是细顶之星的步道哈，那我们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哈。那我们现在要往这个方向哈，我们要下去那个仙景瀑布。那这停车场大概停几个位置啊？可能5-6台差不多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往这个方向走啊。好，我们刚从水泥路那边一直下来哈，那下来到这里有个岔路哈，那可以认这一支木质的电线杆哈。那我们现在往右边这个方向走哈，右边这里有右上跟右下，我们就往右下这个方向走哈。好，那左边这条也不要走哈，我们是从这个方向来的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往这里走哈。目前水泥路一路往下走哈，那沿途的岔路还蛮多的哈，这个要有下一下航机了哈。就越荒芜、哦、那个蜘蛛丝很多，路况没有很好、哦、目前都是废弃的水泥的产业道路哈，那一路都是往下走了哈，那是一个之字形。好，这边就是那个废弃的水泥路的尽头哈，那我们到这边，那这里是一个薄坎哈，那我们下来啊，下来这边都是很深的山坡哈。下来，我们要往右边那个方向哈，我们直接往这方向过去，然后过去那里有个石头哈，过了石头之后，有路线就往左下开始走哈，那从这边就是开始往山径一直切下去了哈，一个之字形的山径，可是它那个路线就是时好时坏，然后有一些危险地形啊。因为那边坡都很深哈，那路径都很滑，而且路径很窄哦，就是真的要很小心。我看下面的右边走哈，走到有一个石头那边，过了石头之后再绕下来之后再往左边哈，就绕下来。现在路是非常的陡，而且非常的小条哈，路径大概只有这样子而已。
他们还在切了哈，不晓得要切到多深。我们在路径很陡哈，而且路很小条，而且主要是也没有绳子哈，这个很小心哦，这个我就其实蛮危险的哈，那这个滑下去的话不得了。而且路径很不明显哦，不晓得是我现在是直接下去还是看一下哈，好像是往这个方向下去，这个完全没绳子哦，非常的陡，非常的陡。我们下去那边哈，稍微可以看到一些路径哈。唔通哦，这里是。等一下哦，这不好路呢。我现在看下底有路径呢，您等一下，我看我先落，我去看看左边有路无？啊，是咧，我那边唔知有路无？因为伊即马正要落，这有一个无物件通好抓。哦，这都拍落来。我过一边看卖啊，这我即摆落来，这有路径啊。我行过遐看卖啊，你慢只落来，慢只落来。喂，这边啦，这边。这边落来靠落来，哦，嘿，为您左边呀，竹子呀落来，我目前在这边等那些今天跟我一起来的山友哈，因为他的山径很难走哈，那因为旁边都是很陡的那个山坡，所以真的都要很小心哦。很难走。我们现在是沿着山坡哈，一直在腰绕哈。路径很小哦，所以很难走哦。果然是不好走了哈，难怪会那么冷门哈。那这个是以前的旧绳子哈，路径很小哈，然后一路走下。重点是旁边
边坡都很深哈，因为走起来压力会很大哈，那就是踩点都不是很稳啊，它这个土石感觉都很滑。哦，这个路线哈，不是很荒芜，就是没什么，就是没什么路径啊，不然就是那种危险地形。嗯，我目前在一个地方等那个大哥跟大姐他们哈，那主要是这个路线不好走哈，就是我们刚刚到那个水泥路尽头博坎之后的路都不好走哈，大概短短的还没有一公里哦，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哈，那沿途的路径有些地方不太清楚哈，路条很少，那有些危险的地方也没有绳子，所以其实我不太建议就是一般的山友来走这个仙景瀑布这个路线哦。那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往下切哈，这等于说它一路就是一直要往下切，要切600公尺哈。哦，像它这个路线就是一直在自制型哈，然后往下走哈。这个是路线都没有很清楚哈，那跟我来的那个大哥他是一直有绑路条哈，所以下次你们有人要来的话就可以参考。慢点慢点，大大来，我这里有一口井哈，在这边，待会我们继续往左边这个方向走哈。目前我们边下切边找路哈，主要是路径不明显哈，那路条很少啊，这边都很陡哈。现在回程的话比较辛苦吧。我幸好我是有下载航机哈，这个你没有航机的话，你会迷路啊。有些地方还有以前的扁绳哈，那落差还是一样都很大哈，所以自己小心。哦，哎，小心。主要是那踩点都不是很稳，然后前面这里有一个大倒木哈，我们往上绕过去哈，不然要挡在那个路径中间哈。我从这里再下去哈，路径在右边那边哈。好，我们从山径下到这边哈。那它这里已经快接近瀑布的地方哈，那路线是要往右边走哈，沿着这个山壁这边，从这里下去哈，然后一个之字形慢慢下到瀑布那边哈。我们已经快接近那个仙景瀑布了哈，那其实这边不好拍啦，主要是它的路径不好走哈，所以它这个都是要照那个航机走的哈，你。用看影片的应该是没办法，可是可以知道就路况差了哈。我们这边我们要继续往下切哈，那我们往下切，哈哈，这个真的很滑啊。我们继续，继续行。往下走哈，好，现在这过来哈。你们这边就可以看到仙景瀑布了哈，哇，它的落差还蛮大的哈。
边哈，这边我们要往右边哈，右边有路径哈，我们往右边过去。先过去右边这边看一下哈。我们往这边哈，继续下哈。我们虽然已经看到瀑布了哈，但是它那个落差还有点大哈。哦，我们步道过来这边哈，它这里有往下拉绳的路段了哈。好，我们从这里拉绳下去哈。哦，有旧的绳子哈，不过踩点之后再下去。落差大哈，下来路在哪里？看一下啊，哦。我要喜欢这边落差也很大，下路在哪里啊？找一下，那这不知道从哪边下去。目前找不到路可以下去。那现在它这边也是一个落差很大的那一种小瀑布哦。不晓得那边有没有路哈？不过它这里看起来不好走啊。我过去探一下路哈，是蛮危险的。摔下去不得了哦！目前在找路下去那个仙景瀑布哈，不过路径没有很明显哈。重点是这边也没有路条可以，也没有路条可以参考哈。我不晓得我下的对不对哈。这个很危险哦，那这个落差都蛮大的哈。重点是它这边没有绳子，再下一段看看哈。哎呀，这边。啊，它在这边落差就有点大了，应该还是不是这边？目前找不到路可以下去啊。那这个岩壁的青苔很滑，然后也没有看到路条啊。航迹到这边也很混乱哦，所以不晓得要从哪边下去。感觉这里可以下去的，可是这一段落差很大啊，主要是岩壁有青苔很滑。那个鞋子踏的话踏不住，同伴他们要撤回去了哈，所以我也是要往上面撤了哈。那我们从这里再爬上去，然后再绕过去，再上去到那一边哈。很可惜哦，就差一步哦，可是就没办法，我没有绳子哈，那他这边也没有绳子，也没有路条，所以我不晓得从哪边下去啊。跟我来的那个大哥哈，他沿途他都有绑那个路条哈，但是路都不会太好走了哈，有路条就是省去找路的麻烦而已哈，主要是他这个路线都很难走哈。这里那个大哥有绑绳子了哈，早上来的时候没有绳子哈，这边也不好走哈，这边要小心，这边踏点不多哈。
这里要小心了、啊。这边没什么大点，这里，刚刚踏点的石头崩掉了，我们要上去上面。哇，那这一段很危险哦！刚刚我差点掉下去。我那绳子玩到这边，落差很大，有点上不来。这里哦。哦，它很多这样子的危险路段啊，路径很小，然后有时候还要爬升，那旁边都是这么深的边坡，这个摔下去哦，真的是会出事情哦，这个真的很深哦。哦，这个绳子是刚刚早上跟我来的大哥绑的哈、啊。不过他这边也不好上下了，我们找位置上去啊。这里有点陡哎，哦，我找一下看看能有比较好上去的地方哦。上来，立绳子，叫登山杖。这边没什么踏点哦，踏点很滑。你看它土质，它这边的土质。这边蛮危险的，哇！哎呀，这里不好上去了，不行，这里不好上去。绳子虽然有绳子，可是这边落差太大，没怎么踩点，然后离高点还有一段距离。哦，想一下，看要怎么上去。像这边。落差也很大哈，而且它这个土质，很滑哈，这边木石啊，哦，这个真的很危险。没有东西可以拉，哦。我明天他们给我，这里落差很大，有点上不去，又芒草，再配登山杖，哦，这个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左边的博坎哈，在这里，这个就是水泥路那边的博坎哈。那这里就是水泥路的尽头。哦，早上我们就从这边下来之后，先往这个方向过去，那个石头
然后再往那边左下下去之后，就开始之字形往下走哈。好，我们就上来波盘这边。好，我们往上走哈，上去就是水泥路了。好，我们已经回到往那个停车场的水泥岔路这边哈。好，就是在这一条哈。那右边这边不要下去哈。早上我们是从这个方向去那个仙景瀑布的哦。那它这段开始就是水泥路很荒芜哦。那一路到水泥路尽头之后才开始山径。那山径其实我是觉得不好走，而且有很多危险的路段哦。我是不推荐这个路线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一般的山友来说走起来会就是比较危险，而且那个大哥沿途他有绑路条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会走错路啊，就是你没有航机还是会走错路。那很多地方其实危险的地方都没有绳子哈，就是你要自己有带绳子，不然上下山径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是容易下去，上来不容易，那就是要看你自己的状态了哈。那我是建议说，如果要来的话，可能就是要跟那个登山队伍哈，那有带一些绳索啦、路条哦，才能确保不会迷路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停车场的方向走哈。停车场旁边有一个细顶之星步道，我们是从这个方向进来的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哇，它上面有一座凉亭，哇，来这里有一座凉亭，那前面有一个小步道，我们上去凉亭看看好了。这边是它的步道，我们这边看到就是二延平山哈。可惜因为现在是接近傍晚了哈，就很多那个云雾进来了哈，所以看起来比较没那么漂亮哈。这个如果是早上来拍的话应该是蛮漂亮的哈。好，我们就下去了哈，我们就回到停车场那边，等一下就准备下山回嘉义了。